您知道您在诊所所使用的高浓度血小板血浆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吗？您能安心的使用吗？斯必瑞特生技以安全、定剂、定量与便捷为出发点，设计执行制备流程。我们专业的制备服务提供您个人专属且可安心使用的生长因子，由专业人士进行采血。在采血袋上标上个人专属的检体编号，完成采取定量血液后，由专人使用专业送检箱，让检体保持在20-24度恒温状态下，于24小时之内送回斯必瑞特生技实验室。采血袋送入无尘室后，在生物安全操作柜内无菌状态下分装入无菌离心管。在保持血小板最佳活性状态下，以低温离心机控制低温与离心速度，在确保血小板活性下进行离心分层。血液离心后，由上而下分别为缺血小板血浆、高浓度血小板血浆及红血球。工程师于生物安全操作柜中仔细取出高浓度血小板血浆。不同个体的血小板数量各有不同，且会因身体状况及饮食习惯而有所消长。因此，在每次分离出血小板时，测定血小板浓度，让有效数量的血小板发挥最大的效用。以血球分析仪测定血小板浓度，将纯化分离的血小板以每瓶10亿个血小板的浓度分装入药剂等级的棕色玻璃安瓶。分装后的血小板送入冷冻干燥机，在-40度低温真空中，边保持蛋白质活性，边抽出水分。在真空状态下，将完成冷冻干燥之冻精粉末做真空封瓶，以医疗级塑胶泡壳做产品保护。进行放射线灭菌，再次确保冻精成品安全无菌。包装入专用成品纸盒。冷冻干燥后的冻精血小板，在遇到液体回溶时，会释放生长因子。生长因子种类繁多，是血小板中的重要活性因子。而每个人体内的生长因子浓度、活性各不相同。以酵素免疫分析法测定生长因子 PDGFBB 浓度，绘出生长因子浓度报告，以此作为定量使用依据。斯必瑞特生技以自有的专利技术，提供有别于诊所现行 PRP 制备流程，包括一次性抽血可搭配数种不同的疗程，无需冷冻，室温下可保存3年活性，血小板冻精粉可灵活运用，每瓶固定10亿个血小板，成品检验生长因子活性，可依此达到最有效疗程。斯必瑞特生技提供您一个更安全、定量、便捷的生长因子制备服务，为您开创新无限的可能。Precious from you, inimitable for you.